多謝各位傳媒朋友出席我們今次民建聯的春季的傳媒茶敍啦。咁啊嗱，今次呢一個嘅茶敍咧，對於我嚟講好大挑戰嘅，因為咧我未試過咧係可能會隨時有啲唔好聽話嘅小朋友咧走嚟走去嗰只嚟嘅。成為立法會議員咧，其實我其中一個心願咧，都係希望咧可以喺立法會咧為動物發聲。我哋冇一個整全嘅動物福利法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就亦都同好多即係動物保護嘅組織咧，就一齊聯繫。咁就出謀獻策啦，咁就希望咧可以推動政府咧制定整全嘅動物嘅福利法同埋動物福利政策。咁咧唔知講嘢嘅，所以唔知話俾你聽佢肚餓定係話佢想點樣？佢唯一咧就係用隻眼同佢溝通。所以咧你一定要從佢眼睛咧就睇到佢究竟想點。我同每一隻狗仔咧，我同佢哋傾偈啊，或者 training 啊，硬惡嘅狗咧 ，OK， 咁我都冇問題嘅 ，OK， 因為我覺得你只要你 understand， 同埋咧狗有 energy 嘅，佢 feel 到咧你係 nice 住佢啊 ，friendly 住佢，定係你想傷害佢？工作環境或者工作環境咧，都係應該有多啲嘅友善嘅地方或者一啲措施。蛋嘟嘟分一二三四五五份啦，好唔好啊？一份。OK， 全部多謝阿姨。